班欸，算了。今天叔叔他，我才刚下课，根本来不及啊！我还要下课，然后还要吃晚餐。我觉得我可能以后把直播时间改晚一点吧。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熟悉我之前的速度，我想要把时间改到八点。我以后应该会把时间改到八点，不然我连晚餐都还没有吃完。太多讯息了吧。大家等我一下，我才刚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再吃一下。我等下化个完整的妆，因为我刚刚根本来不及化妆。还好，而且我蛮爱吃辣的。
吃饭不能讲话。吃肉，爸爸要帮我吃吗？鸡肉，爸爸要帮我吃。哦，我有时候吃不完都会，我有时候吃不完都给我爸吃。现在已经，接受吧。如果晚上八点的话，可以吗？晚上八点，因为我真的不行，我觉得我真的高三很累，而且我自己坚持就是要两边都顾兼顾，就是没有要就是放一边的意思。也不会说只顾学业，也不会说只顾工作，我就告诉我自己两边都要顾好。可是我觉得会很累，我也觉得很累，怎么办？就是可能上课来睡觉吧。可是我上课，因为现在高三嘛，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人要读书啊什么的，我们班导就提倡读书派的。然后我就会在上课的时候看书，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说，高三要看书的人就看。然后因为要升学，所以我也不会管你们，所以我上课都在写作业、看书什么的。对，所以整个就是，先跟你们打一下预防针，就是我可能会，就是我会两边兼顾，但是我都不会做到，就是我会两边兼顾，可是可能不会像之前一样，说这么的，看起来这么的。看起来这么的，怎么说，比较活泼一点，因为可能高三面临的比较多事情，可能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如果我可能有时候脾气不太好，或是
比较躁郁之类的，大家可以体谅我一下嘛，就是对不起大家。但是我会自己控制好啦，不会太可怕，就是不会让自己压力太明显给别人看到。在工作的时候，像我现在今天就是比较晚回家，心情不好就骂人。不用了，干嘛骂他？他没有怎样。不是啊，因为就真的要考试啊，要读书，而且我是班上在学校读书最认真的，就是我觉得我这样看下来，只有我一个人就疯狂的那些学测试题，虽然也不应该也不会考多好，但我就是读一下国文，尤其是国文，因为我国文占我想要进的科系蛮大的分数，而且我发现高中的国文好难哦，就是比较多范围比较广，然后比较多文言文啊，然后比较多我没有看过的一些新的题目，例如有结合图表的那种题目，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困难。喜欢脾气不好的时候，不要啦，不会啦，我应该不会考很好啦，所以也不会很认真啦，不会很认真读，但是会读书。然后我不会，我跟其他学测生，就是我跟我们前面的学测生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我也是要考学测，虽然我读高职，可是我也一样要考学测。然后，可是我不会像他们一样，就是完全专注在考试，我会分一点时间在公司。虽然老师建议我就是全力冲刺，可是我觉得我就算全力冲刺也不会考到很好。对，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是高职嘛，要弄币制的话可能会考虑，但是我还在想。可是老师说上学期比较不会忙到课后的时间，所以现在目前上学期还是可以，就是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跟他见面，希望大家要珍惜，我也会好好的拼过去的。我会拼上去的啦 ，OK 的啦。而且我跟我弟说，因为我弟就是，我就跟我弟说，你不会大学也要跟我念同一所吧？他说。有可能哦，我觉得他整个就在学我啊。一点妆才骗大家的，我并没有素颜，我素颜才不是长这个样子呢，素颜才不是长这样，素颜长这样子还得了？谢谢露露的看好你哦。你哦，谢谢玉的告白气球，哇，玉今天难得来看呢。见，我会给大家惊喜的。
天 reset 会给大家惊喜，所以后天的 reset 不能错过，因为会有 surprise， 所以不能错过。我来玲玲会给你 surprise， 不能错过。谢谢 CC 送的星辰。顺利演出完，演出完我就要真的这个月我就要好好的来冲刺我的学测。我今天有带我的那个国文试题本给你看，给过回家，我可以分享高中国文有多困难。我这个国文还不错的人，程度还不错的人，我都觉得我自己瞬间变文盲了。我不知道我是买到比较难还是怎样，还是真的变难了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不是读高中的，我是读高职的，所以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。毕竟我们学校教的国文真的是国小的，没有，来开玩笑，国中再简单一点吧。又不是说高中老师教很好，根本就是PPT 打开，然后照着念给我们听的。你们觉得这个长度的发型如何？可是这样子绑髻双马尾就变得有点短。来用个保护队的特效。这样比较可爱。好，我也感谢大家了。谢谢大家帮我投我的居家女友，让我进前二十名。帮我进前二十名。谢谢大家投票，谢谢大家投票让我进前十五名，前二十名，有十五名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自己也吓到哎。我能进前二十名都吓到了，但我爸说不帮我买礼物，就是不帮我买礼物。我可能考到好学校的话，我就跟我爸 A 礼物；考到台大就跟他 A 礼物；考到台大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我考到台大。”哎，但不可能啊，台大太难了。爸爸也太吝啬了吧！好，他不是很小气的，他不是大方的人。我这样说他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啦，他自己也知道。心情还孤单的想着。我才执着的，其实你从来都不在乎的，放开手前粗原谅了。
我也想要竞选吧，但是好累哦。如果现在这个状态竞选吧，我可能顾不来。所以，可是我觉得，就算我真的努力了，竞选吧机会也很难说哎，就是不一定说我努力就能进哎。我觉得选拔这种东西不是努力就能进的东西。但是我还是会努力，就是拼个运气吧，看看有没有喜欢我。微笑的人总会有失去的感，可是我看大家好像蛮难过的。我已经难过完了，所以我可以安慰你们。就是，我觉得先不用那么难过，没关系。我已经觉得我真的我已经知道我不会进这次选拔，所以不用大家不用那么难过。我的目标不在这，我的目标在更远。我目标可能高中毕业。之后吧，现在不可能选拔吧？我现在我这么忙哎，学校忙的东西就已经够多了，我还要在那边读书。我真的很认真来读书，这次我比会考要认真，我不知道怎么了。现在看到达成目标，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帮自己定目标的人，其实我不太会帮自己定目标，努力一定会有回报。反正就是我刚刚说什么忘记了，我断片嘞！有人叫我刚刚说什么吗？自己讲话自己忘记。全力了，我全搞不了，我能力就这样。我有时候就怀疑我自己到底是怎样，可能很笨吧。我也想要变聪明一点啊，这样记舞都很快，就不会抢拍，也不会忘动作啊，也不会忘记走位啊。我也想要变聪明耶，这样就可以变神奇了。但我不行，我笨，而且可能欠缺什么吧，可能欠缺脑袋或是。对，我觉得我就欠缺脑袋，我觉得我智商不够高，对，真的，加上我年纪、长相跟人气，人气是其中一，可是人气的话，我觉得是因为我是我还是二期，我也不像卢卡那样啊，会撒娇什么的，我不是那种，我不会撒娇的人，所以不走撒娇派，那一定不走撒娇派。缺乏经验吧，经验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把这边当经验，但别人并不是，别人可能是来这边展现他自己的经验，但是我是来这边累积经验的，所以本身就有点不太一样。我欠缺蛮多的啦，都是蛮欠缺的，脑袋啊各方面都蛮欠缺的。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。大学要读哪吗？大学要读哪？但是考到哪就读哪。但目标的话，就是我想要读设计系，但是学校我还没有选确定的学校。可是我有保底，哪一间一定会上，因为那间就学电，所以学电就是保底一定会上。可是有一间太远了，是台中，可是太远，所以爸妈也不会让我自己敢住啊。所以台中那间虽然在设计里面还不错，而且也不用太好的成绩就可以上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台中哎，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去，所以台中那一间可能就算放着。啊，台北能上设计的学校太难了，实践那么难，不可能上。不可能上啊，怎么办？
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目标哎、欸。台大怎么可能啊？拜托，我怎么可能？万灵哎、欸，我谁啊？怎么可能上台一大？不要选中文，我已经放弃中文了。我放弃中文了，大家都说太难找工作了，连我们班导就跟我说太难找工作。就是我班导就跟我说，你读一读中文的，我就看你读到哪里去啊，很难找工作啊。还是怎样？你想要解那个训诂吗？还是怎样？你想要读？你想要读那个吗？书信吗？你想要读什么文言文吗？你想要读什么？就是那个唐宋古文八大家里面的长诗吗？为什么要读中文系？设计是服装设计吗？嗯，比较以服装设计为主。我超没有自信的，因为毕竟我被大家骂很笨，就是我也自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笨？我还绑一下我绑看看我低马尾的样子，好，我感觉很丑，因为我的短这个长度绑低双马尾，怪怪的啦。怪怪的啦，不是我要说啦，真的是怪怪，很短呢、啊，太短了。因为我给设计师看的时候，是我卷起来的时候，卷起来就会缩短，然后就剪到我剪短，就是卷起来的那个短度，就是会变这样，就太短了呢。欸，其实还可以啦，但是短短短短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短短。我可能需要时间习惯一下。雨过后天晴朗。整理出来，对，公演后，公演后我也把 Q&A 整理出来，可我最近有点忙，大家体谅我一下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我会思考吗？可是大家都说我讲话不清思考、欸，但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很笨。就我今天老师就问我们每个人讲自己的特质，然后就是介绍自己的，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特质，然后别人会问你说问题，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，或者问你关于你的问题，就问自问你关于自己的问题这样。我就说我觉得我很笨。那老师有人就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很笨？”我说：“因为大家都说我很笨。”然后还有人问我说：“你在 AKB48 里面一个月薪水多少？”还有人问这个，我那时候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在记这个、欸。”就是对，觉得非常没有礼貌，各位就是不要学，不要学，不要学，超没礼貌。爸爸妈妈没叫你不要问别人薪水吗？还有人问说你的刘海为什么会剪坏？还有人问别人说你刘海为什么会剪坏？还有人问说你怎么这么矮？你希望自己的身材多好？或是问一些男生会问女生比较一些奇怪的问题，这种就觉得。是在认真的问吗？还是回年薪水？我刚刚说100万起跳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都是如如吧，就如如那类型的人，就小男生呐、啊，好直接的人，对啊，然后他问之后，全班都在大笑，我不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些不是粉丝吧？不用理会，那我同学。
啊，老师就出了题目，他们不回答也不是啊。觉得哪里好，这个妆真的好淡哦。我是不是脸有时候会讲傻话，但玲玲也有说过很多名言，我都记下来。我知道玉啊，玉会跟我说我说过哪些名言价值。学不定，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、欸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布丁前面的 cover， 我有时候很羡慕会读书的人，我就会想象说，如果我会读书，然后又是偶像的话，然后又长得可爱的话，不就半人生胜利组了？就是聪明啊，就是我有时候就很羡慕。但是谢谢林珊的淡的适流量，但我也没有说真的是到非常非常非常笨。可是我觉得我喜欢聪明一点。现在怎样？我想要变聪明啦，你们教我怎么变聪明好不好？教玲玲变聪明。很聪明，没有，大人都觉得我很聪明，可是小孩都觉得我很笨。Daisy 也会觉得我笨笨的。谢谢林珊珊带你去流浪。可是如果真的很笨的话，那为什么我可以到前20名？所以这跟笨不笨好像又没有关系了。我真的很羡慕挺力耶，就挺力就是资源很，就我不想要像挺力，就很羡慕挺力啊。我也想要竞选班，我也想要演电影，我也想要会唱歌，我也想要会乐器，我也想要穿很多漂亮的衣服。对啊，你排名还赢布丁耶，为什么要跟我拿我跟布丁比？我们两个值得比较吗？拜托，他那么聪明，他智慧王，我谁？我倒数的，我差点要进，我差点要进那个那个枪，那是什么？我差点要进那个 Hello 王哎。傻人有傻福，明年选拔。那、啊、如果我明年选拔没有上，你们会不会真的很难过啊？我觉得哦，我有问别人，我就问那个杰森跟妮妮，我就问他们说，你觉得我六单有可能会上吗？他们就说，他们就讲，他们就这样，然后就心碎了。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连我们自己能不能上都不知道了。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是一样觉得我。能力不够，我能力不够，我不懂他们要的能力是什么，可能太笨吧，太强了。但我觉得其实雅恩压力也蛮大的，居家女友第一名，继续加油就有机会。哦，我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属于一个看心的状态，我不管有没有机会，我知道我努力，但是我知道。就算不会有机会，可是我还是要努力的嘛。听到没有？就算没有机会，还是要努力的。因为就算你努力了，也不一定有机会。啊，那好像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你不努力，你努力不一定有机会，但是你不努力就是没有机会。好像是这句话吧？不会的啦，我不会竞选吧。
大家放心啊，我努力啊，我努力给你们看就好了。看这次排名没有太大关系吧？我们欧奇生、婷丽跟你，羡慕羡慕，加油哦，两个加油哦，两个我的宝贝加油。他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我相信他们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不努力很轻松，不一定哎，我不努力一直被骂哎，哪里轻松？你还要承受被骂的压力哎，网友可能会就是说，哦，明明都不努力，然后可能会被老师骂说，不再不努力呀，这样。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努力的定义是什么啦，但是我会每做好我自己，但是我不知道努力的定义是什么，觉得努力的定义有点模糊。记得发预告，会的会的，我等我等我 reset 公演，你们会来看我们看我后天的 reset 公演吗？会吗？但是脸皮薄，脸皮薄厚就没有这困扰，什么困扰？什么困扰？我这次不会下线的，我这次会上线的，我这次会笑的，我这次会笑。其实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好看的人，我这次一直被骂，我觉得我不是我被骂，不是表现不好，是他们觉得我可以更好。像小迪也跟我说，他觉得我是可以做得很好的，但他觉得说我就是没有要，他觉得我好像缺乏了一点自信。哪有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很彷徨。谢谢带你去流浪。我来问问大家的建议，就是怎么说？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粉丝蛮像我开导我的人的，因为我蛮在直播上面是开问的。我要问什么？我不是蛮想问你们我很多问题，可是高三或许比较难忘偶像的方面，很难说哎，因为我学校是学表演的，我们学校高三也会有毕制，那我们毕制的题目就是舞台剧，舞台剧也是属于演戏的，所以
努力的方向可能不一样吧。我在这边努力的是我自己现在的事业，然后在学校是努力我未来的事业。我这样讲起来，你们都懂我意思吗？就是，在学校是学我以后的梦想，想当演戏，就演员嘛。然后，可是在这边是偶像，偶像跟演员不一样，所以我在学校是花在比较未来的基础上面，然后在这边是现在的基础。小迪夸奖我什么时候？你要晚安。我跟 Annie 买到一样的衣服哎、欸。你知道我是 Annie 是谁吗？子萱。我跟子萱买到一样的衣服哎、欸，超好笑的。我最近跟子萱有讲到话哎、欸，我觉得子萱人很好。学校的壁纸不是那种你们想象的那种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一种惩罚表演。我们学校的壁纸打算要弄得很大规模、欸，他们说来，你们只要前脚多一点，我们也可以租小巨蛋呢、啊。他说，但首先就是你们前脚多一点，他说你们预算要多，然后还有跟我们提到说，就是让你们选。价钱，你们要哪一种预算？然后我们就选中价位的，然后 是要去外面表演的那种，所以规模会不算小，所以就蛮酷的吧，就是学到跟 TP 不太一样的东西。可是我还在想，如果我真演员的话，会不会又太累？可是我真的很想要把握最后毕竟真演员的机会，毕竟我在这边也不会有当什么演员的机会。我想说，虽然我的目标是在外面演电影，可是。不太可能，所以想要当个体验一下吧，体验我们当体验，就是在学校体验一下。不会啊，我这个资质不太会有机会。虽然真的不太有机会，对。或许有导演会来看，不会有导演来看，可能会有大学，可能会有大学科主任来看，但不会有导演，因为我们不是像真的，我们是学校体系的，想太多了啦，不可能的，现实，我现在完全在打枪我自己耶。累积经验，抓累积经验，我就是想要买回忆，用钱买回忆，很难说会有怎样的连接。不是啊，但首先要我真的甄选上演员，可是我感觉老师可能会觉得说，想要我把机会让给别人，因为我已经在外面有很多表演机会。但其实也就 reset 公演，就是我能说什么？跟他们说拜托，我完全没有一个演戏机会，我只是希望我在学校能够做另外一个喜欢的事情。偶像跟演戏演员差蛮多，有相像之处，但是还是不太一样。虽然有时候蛮相像，但是还是不太一样。你们懂吗？例如演员的话，除非你欧到的角色是需要舞蹈的，但你不会演到一半跳舞吧？舞蹈就是舞蹈。
我现在最怕的就是，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我读了一点的书，然后跟我完全不读考到的学校是一样的，就浪费我时间，我还不如把全部心力花在体育上面，对吧？没有演出的人也要缴钱，他们会当幕后，会当行政啊、幕后、音效组啊，他们还是会有要缴钱，毕竟都是学生，怎么可能？其实位阶是一样，不是演员就厉害耶，幕后也很厉害。我们导演是老师。对，我就怕这个，所以我现在不敢太努力。我现在就是读的，就是写国文的。我给你们看好了，我给玉看一下，我大概写了什么程度的国文。但是我保证，我有写跟没写完全还是有差别的，因为毕竟我已经知道高中的学测题目是怎样，连比那些完全没有在读的人好。读给老师看，至少老师知道我有努力过，我知道自己有写过题目。反正我在学校也无聊啊。我给你们看我的学的试题本，去哪？可是因为你是统测啊，我们要考学测哎、欸，哪有一个统测是要考学测？你知道那压力有多大吗？超难的啦，都不会。我不像你，我念给你们听哦，超难的。可是这题我对，就是可能这是。阅读下文最适合填入框内的词语依序是：叶石林、避暑鹿画、中多青雨、奇论人才曰、唐自义、其以后、人才日消、至于五代、未知、空格可也、然无官服属吗？就是官服属。很多字我都不会念的，突然变文盲的感觉。蜀中乃有云能灵济、余济、德山、孝州，蜀十倍人，卓然超世，世可与扶持天下，沛谷名臣，然后知其散而横溃者，又在此者也。云云，此论天下人才有定量，不出于此，则出于。比学问亦然，元明二代于学术概无可言，至于诗文亦不能出唐宋范围。然书画大家空格，国朝则学盛而亦衰，物莫能两大亦自然之事也。好，这是文言文，然后出自于王国维的《东山杂记》。A 选项是空框中的第一个是空国无人，第二空框者是默默无闻。然后第二题的第一个空框是空国无人，第二个空框是皆无而起。然后第三题是第一个空框是人才辈出，然后第二个空框是默默无闻。然后最后一题第四题是第一个空格是人才辈出，然后第四名。这样，第二个框框是街舞而起，然后就是觉得这种题目对我来说
中间。他难的是怎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他难的是，他会有这个表格哎、欸，国文出什么表格啊？还要你算数学哎、欸，你国文就考国人，还要这边算数学？可是那个数学不算是真的数学，就算是那种，就是那种，这种超级难的题目。我完全看不懂，救我！然后那题的答案是，我翻一下那题的答案，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对，就是在讲人才啊。这对于来说简单，因为我这题也对。就是还有啊，我来。月屋字鬼，善驱鬼物，人病立善台，反正就是很长的那种文言，很长的文言文，很长的文言文，然后让你选，超多字的。你看哦，这个都已经，我这个那么长，那么长哦，那么这么多字哦，我的天哪，我都快要被这题吓走了。可是我有越写越好的趋势，我有越写越好的趋势。你们知道我一开始怎样吗？我一开始全错哎、欸，然后到站到后面就开始，就站后面就开始对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写手感变好，就是慢慢变成五题对三题这样。没有啊，我是要考学测的人，我是学测生哎、欸，笑死！但我的能力根本就是连会考都不到吧？我不读，本来没有读的，不是，是我本来没有读的，然后被老师这样念一波喊一波就开始读了。我已经答对，已经天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答对就天才了，答对不是正常吗？长文章第一遍快速看就好，答题时再认真看，有时读两三，对对对，我也是这种看题。可是我比较有问题的是，我会写很快，写很快就变成说你觉得第一是对，第四题是对的，可是其实你在，因为我在考虑第二题，可是你却忘记你那时候有在考虑第二题，所以你的答案就直接选 B 了。然后，但其实答案是 B， 可是你忘记你那时候在思考 B 的答案。我常犯这种错误。我要请教玉一下怎么完成，就是玉可以回归啊，不是回归，玉可以再可以教我，就是怎么就是如何应付
高中学测吗？国文的部分，我只读国文跟社会，我这两科好就好，其他我不强求。英文就算了。听说英文变超难啦、啊、所以我没有念的意思。我觉得你国文就是还不够好，就是我想要好，更好。就是我不知道学测分数怎么算的，我没有概念。可是听我们班导说他学测满积分，那我学测国文满积分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我说有学测满国文满积分是四几分吗？还是怎样？是这样分的吗？我完全没概念，什么叫国文满积分？我以为只要作文有积分这种东西。就是每个人写这本的时候，都跟我说他错很多，所以应该不是只有我啦。我写到快要一半了，我打算写完这本去买自修来读。幸运仙草，教我小 paper， 教我读国文的小 paper。我直接在直播发问呢、欸，有谁社会不错的吗？有哪个粉丝社会不错？还有很多时间吗？快了吧？截图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上台社会不行，我上台前都会去看一下别人的表演影片，训练一下自己的表演。心情不好啊，我就只是彷徨很累，但是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学测了，压力大，而且每个月的公演还不会，就是每个月都还有公演。想到六分，就是下单选拔成绩。
不会不会，我会更我不会，并不会，并不会的。可能就是这样，直播不知道讲什么吧。我可能会就变这样，因为我不是我，因为我都在放空。哦，真的，就是我想一下，为什么不会了？不会什么？不会了什么？谢谢番茄。你说什么不会啊？不行啊！你们就要看我，你们看我这样放松不太好吧？我坚强吗？没有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跟坚不坚强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这个要忍耐不想睡觉有关系，因为我上课都在睡觉啊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啦，上课都在睡觉啊，就是会写东西，我会自己念看我自己的书，然后可是午休就变得睡得很饱这样，可能晚上早一点洗澡睡啦，可能会比较少滑手机，然后发文的部分可能就是直播后拍个照。某某前辈吗？某某前辈其实，因为他已经有固定的粉丝群了，所以他不用像我一样担心那么多了。我就是我现在我十五名，然后大家都说是因为保护队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全部都是保护队的话，我可能。刚好二十，你没有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刚好二十跟十五名是有差别的，可是我就不觉得我只因为保护队，对啊，懂吗？我不是说保护队就是不好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只有保护队这个粉丝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不对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难的东西啊，在干嘛？这不是什么难的东西啊。对，不要再说什么，我只要保护队的。我要生气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粉丝就把你带起来？一定是有很多粉丝的，像我还有露露啊，然后还有加速啊，还有米优啊，然后本丸啊，玉啊，然后马克杯啊，博伟啊，这种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再多一点。我指的多是卢卡那种，卢卡真的很厉害耶，不知道什么他的粉丝那么厉害，可是卢卡的粉丝，希望我可以团结，希望我的粉丝可以团结一点。没有念到我，我干嘛念你？我为什么念你？
Free Plus 捡到枪。我很棒吗？我都是走过来了。虽然说我一开始状态实在太差，所以别人都说我进步，但其实没有，因为我本来能力就这样。只是我一开始真的是状态太差，所以才没有展现出来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对。所以代表我可以更好。我现在只是正常。学测了没啊？对了 ，YT 直播开票时的聊天室，很多人都夸奖玲玲，夸奖我什么啊？夸奖我什么？夸奖我什么？长大了吗？还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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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早了。时间过很快，高三时间过很快。Oh my gosh， 真的是天哪！不要来看我了，赶快去读书。Put your hands up。生日会吗？怎么会不知道？你剑中还得了啊，露露！但是其实公立高中已经很好了，公立高中已经很好了。水表王玲玲，不是啊，这东西应该谁也知道好不好？毕竟露露当我几年粉丝了，有快要一年了吧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是因为玉都没有夸奖过我，那因为玉真的很少在 IG 夸奖我，所以我每次滑到的都会是别人，而且玉很会去其他别人的其他成员留言区留言，很明显的。搞不好如如可以教我哎，会考东西。教我学测的东西。你们现在高二在教什么啊？嗯，突然有点后悔，想念高中了，跟大家一起考学测。人生最后一次大考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谁啊？我突然撞到，我这样放回去。
剪掉吗？我现在脸好大哦。这段剪掉哦，脸超大的，不要剪精华。这段剪掉。而且我手机支架怪怪的，它可能不会再坏几次吧，因为它断掉了。玩那个读唇语，读唇语。好，第一题是这个。第一题，第二题是。心情吗？开学心情还好，觉得好吵，班上好吵。我觉得高中班上好吵，真的吵哎、欸，真的吵。都没有人要念书的感觉。虽然我在TT也蛮吵的。但是在体体跟在学校不太一样，差很多。不都是这样吗？是吗？我比较喜欢安静的学校分级，太吵。小组制平常很吵啊，所以卢卡，因为卢卡是一个很安静的人，他觉得我很吵。我感觉我很少。卢卡。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知道嘲笑，别闹。
我会尽是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笑着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面容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明了我骄傲，别提到我做饭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的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一边全世界，习惯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，喜欢你也像雨天放晴朗，喜欢你也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一边穿新娘难以放掉，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谢谢，带你去流浪。我要存钱了，我现在开始存钱了。怎么存钱？我就问我妈怎么存钱，然后她就说，就不要想你有钱这件事情。我就跟她说，可是我没有钱，我要存啊。对，我要当理财大师。你是天的药，就算再糟糕，有你烦恼全消。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用英文书有趣了，喜欢你让数学题简单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谢谢月掌声鼓励，谢谢林晨泰的带你去流浪。谢谢大家，摆个飞吻。我今天没有画睫毛，眼睛好小哦。谢谢带你去流浪。去流浪赞，带去流浪赞，划算呢，带去流浪划算。你眼睛很大了，有吗？我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想要剪那个，哎、欸，如果你们想要，如果我剪品涵前面那个长度会怎样？这么短，啊！不要期待就不会失望啊！不要期待比较好，不要期待比较好。我怕你们失望，我没有，不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努力，是我怕我状态不好。因为状态这种事情，不是你努力真的就会有用的，懂吗？就算你很努力，那当然状态不好就是不好。正常心，正常平常心就好，平常心。你们这样说期待，我会紧张。公司明天公事法，明天公事法。普通期待。我是成长型偶像，我们不能一次表现太好，这样才有进步空间。没有好不好？就有人会问我说，没有好不好？就每次都很认真，每次都很努力，每次表现都很好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风格，我是一次慢慢比一次好。
我不是一次就很好。我最爱你。总是走了又停，常常伤人心。我一直微信。对啦，赶快买啊！赶快买一买。潜力股哦，潜力股要买起来哦，要买潜力股的按下追踪。玲玲是潜力股的名牌分挂潜力股，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们的支持与鼓励跟支持与鼓励的东西。让我变得更好，因为我就可以，就是我就会买很多衣服，然后穿得很漂亮啊。然后我就会真的有一天买很多衣服，买很多衣服，穿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然后像你们上次说我的穿的晚礼服啊，高跟鞋，然后化很漂亮的妆，所以有你们支持我才能变这样。然后有很厉害的。有很厉害的气场，就是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，我觉得那种厉害应该就像家里前辈这样吧，他真的超有气场的。技术来改造一心跳，的红玫瑰，慢慢来啊，不要急啊。可是我真的想上选拔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要拍，我应该是说每个人都想上吧。就是我想要，我想要拍东西啦。就是前辈，我跟他不同组，可是也蛮少碰到面的。但他个性就是很有领导能力啊。我是不是要在直播久一点？我在直播久一点好了，在直播久一点，直播久一点。面，他是人气厉害吧？他是人气跟表演力跟表情厉害，但他。我觉得他的厉害的地方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，可是我们的个性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他个性是厉害，就是他的个性非常适合当偶像，因为他很活泼开朗，每天直播都是大家好，我是面那种超老板来帮你们超爱面很开心那种。可是我并不是，我是那种比较铃铃铃，就比较含蓄的，含蓄就比较不会表现自己。我也是，我哪有干嘛这样会害羞，我哪有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我就是小调而已啦，但没有大调，小调，我小调就好，大调的话我顾不了太多粉丝，我小调才能顾到你们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小调，哎，我忘记关声音了，现在都听得到我的回音，讨厌，哎，又来了，饭腔又来了。
饭腔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饭腔。我也不知道，面面他厉害的点我还没有抓到。我只知道他舞蹈站位站很前面。因为他很有人气啦，但我就人气就还好，可能是因为年纪跟个性，我觉得我个性太招人，就是没有很招人喜欢。啊，就是个性不就天生的吗？谢谢李明神，他就觉得我很厉害，虽然我不这么觉得。我哪有很积极的表现自己？我没有，我哪有？我懂我自己的能力在哪里，就是我并没有很会积极表现自己，毕竟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。只是我这次进第十五名，哇！出场前是啊，前面还提醒我说要讲好，要好讲话。我觉得好，我还要讲话，然后讲完的时候，诗雅就跟我说：“你讲得很棒。”太开心了。然后姐姐也跟我说：“你刚刚讲得很棒。”我就问姐姐说：“哈，我很棒吗？我刚刚讲了什么？”我刚刚讲了什么？诗雅真的很爱你，抱抱。哎，对啊，安娜姐反应超大，说：“怎样，抱抱不行吗？”我就想拜爸爸，不行吗？莫名其妙。诗雅真的很爱你，诗雅，哦，诗雅很爱我啊。诗雅她很会，她会这样勾我，她会兄弟勾哎，就是搭肩这样。因为我不知道诗雅她喜欢我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很笨吧。她可能觉得我很笨，笨到需要被照顾的那种。哎，没办法，诗雅就。就爱我啦，虽然他有时候会对我大小声，可是他那个大小声是要认真讲事情的时候，我不在跟他开玩笑，他才会这样。他觉得，哦，看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！剪掉！我刚吞掉珍珠，然后差点噎到，然后我要讲话。珍珠都吐出来了，很恶心，不准剪，不要剪，好恶心哦！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这个偶像好恶心？对不起大家，我好丑。有没有卫生纸？不是啦，我就是太多珍珠啦，卫生纸呢？我在想我要怎么办。好，我要去拿卫生纸。我解决掉了。没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最好。身高哦，不是，绝对不会是。卢卡也不高啊，但为什么是啊？对，你看，你们想看我跟卢卡，为什么？很多人都夸奖玲玲是啊，照顾也不是因为啥啦，玲玲很有潜力的。所以你们为什么大家都说是啊，照顾我是因为我有潜力？你们是不是有听他说什么话？你们是他是不是在直播说我坏话？是啊，是在直播说我关于我的事情，他干嘛这样？诗雅前辈，可是你们想看为什么我跟卢卡比起来，卢卡就是卢卡一个人需要被照顾啊，他日本人。我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说，会不会大家因为太照顾我了，所以
所以西雅图说啊，我不要去他直播那边讲我。他这样，他真的说我很单纯，他是真的说我很单纯可爱吗？哦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可爱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样被他一讲，我有点要注意一下在他面前的言行了，要好好讲话。他很常提醒我要，因为其实是很注重 MC， 所以他 MC 的时候会特别照顾。但是他跳舞的话就，有时候就会请我教他舞蹈，因为他说他的舞蹈不是他的专长，可是他 MC 很厉害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不会跟我连播啦，他不会，他不会跟我连播，而且他很闷骚哎，他对后辈很闷骚哎，他是那种默默照顾后辈，但是不会表现出来那种，他对后辈很闷骚，我觉得啦。他就是不会让你发现的。反正我觉得卢卡也需要被照顾，但是可能他比较装，会装坚强，我可能就是都笨笨这样，只是让别人觉得我是真的装。这不是闷骚吧？是吗？我爸超级闷骚，摩羯很闷骚，天蝎心机重的感觉。我爸还好了，但是我爸超闷骚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超闷骚。你们不要看他在这边留言区留言的很开心，但你真的跟他相处过，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可以闷骚什么样。而且有时候啊，我爸觉得我太晚回家，他会在沙发上面等我。你们想象吗？就是我一回家就看到灯是关的，然后我爸一个人坐在沙发等我回家，然后我进了房间，他才进房间。所以我都不敢太晚回家。是不是心牵，让我每眨眼一个时间。对啊，就是爸爸心态嘛，因为粉丝很常有爸爸心态、啊。爸爸心态真的是很非常适用于玲玲，真不懂你在想什么，你们在想什么？爸爸心态，不是宝宝，是爸爸。前辈也是啊，就是他在我面前也不会特别说关心我的话、啊，可是他是会在对话中开导我的那一种。是啊，也是，他们两个都是。小迪是，我觉得小迪前辈他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，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，他很酷。他很酷，小迪，我觉得小迪前面很酷，我还在研究他，不要告诉他，我在观察各个成员的个性。哦，有一次我就跟那时候我不是有，那时候我不是有进那个吗？前二十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我以为我真的。我以为我倒数，我以为姐姐跟我说我进前二十是记错别人，然后我来公司，姐姐跟我说，啊，我记错别人，你可以回去了。然后诗雅前面听到就说，你也太可爱了吧。
因为我真的不觉得我会进个前20，那就进啦，开心。这种事情很难说啦，真的可爱。哎，你们不会觉得很可怕吗？就你会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怎么可能进前20？我怎么可能15？怎么可能？我不是35吗？这种，反正就是谢谢你们投票，才有15名的玲玲，才有火拿培根的那个镜头，你们很棒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现在的我，懂的。我有一次做梦做到诗雅前辈，哎，他在拉我，他拉着我跑，他拉着我跑，感觉有一种在拉着我成长的感觉。我不知道那个梦是怎样，反正就是他拉着我跑，有一种他想要拉着我一起成长的感觉，就是想要带着后辈一起成长的感觉。我自己这，你不要这么爱，我不知道。我也就那一次摸到他而已，好不好？我的梦很酷哎！有一次我现在梦到我跟小三美玲去的游泳池，害羞哎、欸，我也不是没有下不行的人啊，我要学习独立哎、欸，我怎么可能？哦，对啊，我抱他，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很紧张哎，这样。马友好哦，我有跟马友前辈拍照，马友前辈也说我很可爱，马友前辈人感觉很好，很努力，很认真。但是他没有，我没有，他有 SSKR 就够了，他有 SSKR 就好了。什么？怎么突然直播到这么晚啊？我还是继续讲好了，反正现在有人在洗澡，我等他洗完澡我就下播去洗澡睡觉，可以吗？等他洗完澡。谢谢宝浩平少头，喜欢你。哎，真的，我全都跟我说，我粉丝要买就是宝特瓶、铝罐、马克杯、保温瓶啊，这种都是瓶子。博威，玲玲不用休息吗？我洗完就睡着，明天还有事情。你知道，藏不住秘密，爱有双手魔力。借我勇气，慢慢的藏在心，一步步走向你。哦，柏林前辈也很照顾我。哦，有一次，哦，超扯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我在练习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在跳呜吼这个动作，就是呜吼吼呜吼吼。然后我的动作就是很好笑，不是我没有跳错，可是我只是做那个动作很好笑。然后我就原本做更好笑，我就跳给柏林前面看，他看了，他一直笑我，然后转过来说，他笑的，他讲我演给你们看，你好可爱哦，他讲你好可爱哦，这样。然后我当下反应就是。柏林前辈直接在我面前说我很可爱，哎，柏林前辈是没有能想象，柏林前辈在一个人面前真的这样对他说很可爱的，他的个性其实不太会做这种事情。我每次弹
成员都很有趣。我小小观察家哎、欸，就是博威叫他平寒前辈老大老哎、欸、老大大佬，博威叫平寒前辈老大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如果博威前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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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如果博威叫我，就是平寒就大佬一，然后就大佬。两个宝，二宝，一宝，二宝。可是这样平安前辈会失宠，他会失宠，这样博威就不是顶点了。这样博威就不是顶点了。顶点是这样用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天老师不是说要用一个字形容自己，就一个词形容自己。我差点要说我很可爱耶，但是我没有说，我没有。我如果我说出来，可能会被班上人讨厌吧。突然想到，只想讲，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但是我没有要讲，我就说我很笨。可是我怕同学讨厌哦。他们都直接问那个我的那个月薪了，真的是，连老师在笑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啦？好像从高一大家都很好奇耶、欸。我一定不会说的。觉得好悲伤，我觉得很伤感情耶，就是同班同学，我真的很伤感情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在外面这么努力的打拼，完全只是为了我的梦想，同学没有支持我，我另外一个朋友会问我说。他们可能是想要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就是你会愿意请假然后去工作，我说因为梦想，我说因为梦想啊，超理智，因为梦想。现在凌晨的带你去流浪。为了梦想。该选举吧。好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我不要再讲下去了，我再讲下去可能会没话讲。我要念榜了。为了吃饭，为了运动跳舞，为了吃饭，我这领口好低，讨厌。但原本不是这样的。怪，没关系，他没有太下面的，他的上课应该会比较累的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去休息了。为了世界和平，所以不要再问我这种问题了。为了世界和平，所以努力工作。大家也要工，大家也要，就是我要怎么说？要一步一步慢慢耕耘，不要只想着一步登天。好，第我要先怎么从第几名开始啊？第五名好，第五名是露露，谢谢露露。第四名是叉树，谢谢加树。第三名是旅冠，谢谢旅冠。第二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一名是零零生推，谢谢零零生推。
我会加油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会加油的。争取了我男神吧。哦，太难了啦。要他们要太难了啦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希望适合有适合的歌曲，然后我刚好上。太难了，拜拜！我先去休息了。我觉得后面讲起来很烂，但是真的是休息是为了走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拜拜。最后总结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拜拜。